是啥？要用我的名换你的名？好心，你怪啊！刚才怪你运气歹，跟我大感情。我刚才用你的命换我的命。你对这讲遐话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到底是啥要用我的命换你的命？刚刚是要害我变成凶手的人？你竟讲啊！到底是谁没陷害我？讲啊！你快点，我喊救兵来啊！来打！是这么危机的人，阿是想要陷害我的人就是伊。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你先给我放开啊！警官啊，我哪会知啊？我知你出手这么狠，我就袂答应杜成光要解决你啊！Oh!